为什么我们应该多讲神的恩典呢？就是让人看到神不是在天上看着你，神是在你心中感动我们，带领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当我们犯罪，他就感动我们；当我们遵从神，他就很喜悦，他就加力量给我们，他就欣赏我们这样平安喜乐。所以他的帮助是随时的帮助，也是很满足的帮助。当我们对付罪，例如本来你容易发怒的，后来你真的饶恕这个人，你的心很大的平安就临在。当我们遵从神的时候，里面就有一种平安临在，因为神就将他的丰富的同在就放在我们里面，我就马上经历神的能力，神的动力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，当你遵从神饶恕人，就一身轻，是不是？饶恕一身轻，整个人就平安喜乐了，你祷告都有喜乐了。但你不能饶恕人的时候，你祷告都好像没有力量，是不是？但你饶恕人了，就很喜乐，就很轻松。神就提醒你了，你每一次亲近我，遵从我，我就将平安放在你的里面了。这是我们多思想，其实我所讲的都是几点。第一，神有奇妙计划已经安排好了，你遵从神这个计划，他预备好所有你需要的一切机会、聪明、能力、机会、同工，什么都有，神都为你预备供应啊。然后第二，神怎样同在感动我们对付罪啊，怎样加力量给我们。当我们有犯罪，他也提醒我们怎样离开罪，不要犯罪，他也在里面提醒。当我们遵从，马上就有平安喜乐了，而且神就会赏赐，就会喜悦这个人啊。当我们当这个反复思想，我自己是常常反复思想自己里面的这种经历，这种处理罪的过程，我就看到神的作为，我看到神做的比我们做的多很多。所以我讲神做的多很多，我现在形容一下他做的到底有多少东西呢。首先他的同在感动我们，他的话语感动我们，他的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，他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悔改，带领我们去遵从神啊。然后当我们有这个挣扎的时候，要不要饶恕，神就不停的做工，他做工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就一个回应，好了，神呢，我就饶恕他。我们做的就是这一点，好了，我饶恕他。所以我们做的就是，好了，神呢，我听你的话，我现在饶恕了，就是这一点。但神在前在后都不停的工作，已经做了很多，然后我回应。例如神预备我们侍奉神，从头到尾都在工作，然后我就说，好了，我愿意回应你。在这个过程我们不停的侍奉，但神不停的帮助，不停的加力量，所以神做的很多很多，然后我们做的就是些少，每样我们改变，我们的改变都是神做了很多工作以后我们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侍奉神是神做了很多工作，我们善待人也是神感动我们很多很多次，然后我们才改变了。所以我会说更多神的作为，他实在是极度美好的。你在心中有没有觉得神真美好啊？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。我第三呢，第神的计划嘛，神的作为嘛，第三是神的什么？就是当我们遵从的时候，他必定喜悦，他必定祝福。刚才我已经说了。第三是吧？第三是遵从啊，遵从的时候，神会怎样祝福？神会怎样提升我们的生命？就赏赐，就加力量。第一是神有奇妙计划，第二他会给我们力量对付罪，帮助我们离开罪。第三，当我们遵从的时候，神就很喜悦、祝福和提升了。这是在这个情况的三点，在其他情况你也可以想，用什么方法去鼓励。